社交老字号的点心店已经有60余年的历史，原以中式传统小吃起家，有着上海点心状元的头衔。餐点以新鲜取胜，选用当天宰杀的草鸡，活蹦乱跳的鲜虾，现宰的猪腿肉，对品质的坚持使食物的鲜美不在话下。而螃蟹类的小点颇受欢迎，像是蟹粉小笼包，用新鲜的蟹肉及猪肉和馅，皮薄多汁又鲜味浓郁，只尝一口是不会过瘾的。王家沙有专卖招牌点心的区块，生意好，本地人也多，也有贩卖各种上海风味小吃。喜欢上海点心的朋友，可别错过这间正宗传统的老店了。